看抗日电影时，是不是感觉有些拍得太假了？尤其是燕双鹰，不光能用机关杀敌，鸟枪更是被他玩出了花样。能达到这种水平的有几人呢？这不是纯扯淡吗？而朝鲜战场上的英雄们，不是导演不敢拍，而是想都不敢想。他孤身一人，身披防弹衣，追着60余名敌人满山跑，不光没一人敢开枪，更是逼得一个排的敌人跳崖求生。而在这之前，他还是一位枪都没怎么摸过的新兵蛋子。那么这位英雄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几十号敌人为何宁愿跳崖也不敢开枪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志愿军的战神林炳远前辈是如何在上甘岭上一战封神的吧。如果您也认为志愿军是人类轻步兵的天花板，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崇敬之情。前面我们讲到，刚上战场的林炳远前辈在马班长的实操带领下，一天之间就化茧成蝶，从一名只知道拼命的新兵蜕变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战神。马班长牺牲后，他更是如同开了挂般的一人打退了敌人上10次冲锋。傍晚时分，整整打了一天的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坑道后，意外的又发现了3名受伤的队员。在他的带领下，4名勇士几乎整晚都在收集武器弹药，准备迎接敌人第二天的大反攻。1952年11月5日，一大早，天都还没怎么大亮，敌人那套万年不变的美式打法就如期到来。上百门榴弹炮不计成本的猛轰，航母上的战机也是不辞劳苦的频繁起降，上百架次的 B-26 直扑山头，数百磅的重型横弹如倾盆大雨般的从天而降。一阵长达2个多小时的牛逼带闪电的轰炸后，这个原本不毛的山头硬是被他们砸得硝烟四起，火光冲天。当然，美国佬自己也知道这样的轰炸已起不到了任何作用，但也不能不炸，目的就是为了给南军的那帮炮灰部队壮壮胆。然而在这里瞎忙了一天的南军也使出了浑身解数，炮火一停，整连整连的人马就往上冲，但每次迎接他们的都是无数的手榴弹与出其不意的机枪火力，直接将他们打到落荒而逃。连续被打退了2、3次后，疯了的南30团的团长詹金斯直接跑到阵地前，一枪毙掉了一名不给力的连长后，下令其他部队顶着后方的炮火向山头发起冲锋。很明显，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对于山头上行动不便的伤员们来说是一种十分大的考验，不阻击敌人很快就能冲上阵地，出来阻击又成了敌人炮火的目标。而且更狠的是，为了拿下阵地，他们后方的大炮竟然连搅在一起的自己人也炸。很快，3名受伤的队员全都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之下。无奈之下，林炳远前辈只能再次开挂，他将手榴弹挂满全身，抱起一个爆破包，跃出战壕，朝着2个排60多人的敌群发起了反冲锋。因为马班长生前告诉过他，别看敌人炮弹打得响，放进了打就是一怂包，而他满身的手榴弹在敌群中反而成了最好的防弹衣，敌人别说打他，只要他一接近，全都玩命般的往山下猛跑。而是战场上就出现了一幕奇观，一名勇士追着一群人满山跑，有的被林炳远打死，有的被踩死，还有一个排被他逼得跳下了悬崖。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一群敌军被他驱赶到了8号阵地前，被阵地上的重机枪打成了筛子，10分钟不到，一个连的敌人就全部报销。那一刻，整个阵地都乱了套，所有的人都看到一名小战士不顾生死，以一般人无法理解的进攻方式疯狂地追杀着敌人。这一战，林炳远前辈一人坚守阵地5天5夜，毙敌140余人，荣立特等功，受2级战斗英雄称号。